一桶塑料就是3米。 上面是纸宽，它是宽子，宽就是钥匙。它这些不是所有的木头上都有这个文字，比如像那个。 谢公，他也就是在他这块区域里面标明，也不是每块都标，就标明这一块区域是由谢家提供的。至于这样的木料、这样的果木，是他征收来的，还是别人那个赠的，还是他买来的？这个要下一步值得研究的。 它就是汉代这个木头，是以圆裁方的，以圆裁方就是一块，它是指这个3尺9，包括2尺2寸，它是指这个原木的直径。 拍不清楚吧？拍不清楚。这有这个最好是一个，但是好发一个很高清的照片，只有我们照可能是拍的。哎，镜头的痕迹。嗯，哎。变化了，变化了。也摆不了太多东西了，要靠边的方。